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那今天谈判锦囊呢，我们将为各位继续谈到谈判准备好之后呢，呃，我希望要准备上桌。可是上桌之前，我还要做一个事儿。我们希望呢，能够获得内部的支持。今天我出去上桌，让我如果我是一个人，我今天就一个光光杆嘛，那我出去买东西，那另当别论。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代表我的我的单位，我出去谈，我能不能够获得内部的支持？于是我在内部先进行沟通。内部沟通呢，谈判呢，常常跟外部有个很大的不同，因为你不好翻脸。你外面跟人家冲突，你可能有十招可以用；你搬到公司里面，就只剩五招可以用，另外五招不能用了，对不对？就是关系制约了我所使用的一些战术。所以我也在想。 呃，我如果今天希望别的单位来支持的话，那我怎么跟他谈，对不对？于是这个谈判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我一样也要提出一些我的要求，我一样也要看别的单位的反应，然后来检验我到底有没有要求的太过分，然后我会怎么样去回报他。所有的谈判，其实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交换，交换。那么我给你什么，你给我什么，对不对？ 所不同的是，我们在内部谈判的交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找到大老板嘛。实在不行，我上面还有一个大老板嘛，对不对？但是我不总希望我自己能解决。而在内部谈判的解决呢，有几个窍门你要留意。第一个窍门呢，就是我们所有公布出来的、讲出来的，一定都要是公司的最大利益，终究不是为我嘛，对不对？呃，老王，我今天请你，请你来帮忙，那不是为我啊。 是为我们公司啊，所以你必须把公司利益能够挂出来，公司利益最大，这是一点很重要。比如我在内部谈判，我跟你讲，然后我也我们也要想，同样的每一个谈判都要想，他跟我谈判他得什么，他损失什么，他帮我的话，他损失什么，那我有没有办法减少他的损失，让他敢输给我？这是一个重点。还有的时候呢，内部谈判还有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结盟。 结盟，因为内部的权力关系，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时候，那这个部门很糟糕，我那能么能联合几个部门给他压力。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对不对？他不合作嘛，于是我把各个部门一起找来开会，一起找来开会。当大家都愿意支持我们公司成就什么案子的时候，这个同才的这个压力会让他有点屈服。 但是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发现内部谈判很多部门他不希望说你这部门决定了，然后告知他他该怎么支持，他当然可以支持你，但是问题是你做决策的时候可不可以让他也参与？他希望他是参与者，而是不是被告知的当小弟一样后面支持你的这个心情你当然能够体谅。那体谅从这里面去想想看，我内部能不能获得一些支持，然后我当然取得我老板的一个信任，然后我才能出去谈嘛。 这个都找好以后，我们想，哎，那出去谈都准备好了，筹码呢？筹码怎么讲呢？我们后面慢慢来说。